感谢上师给大家做的很精彩的演讲。那么下面呢，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在生活上、在学习上或在工作上，或者有任何想向上师请教的，都可以在这里现场跟上师做一个交流。丁林上师，我是一名中学老师，我想请问上师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利用业余时间呢，就是推广传统文化。我们在推广《弟子规》的同时呢，我们现在在推广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四书五经，就是四书我们在教小朋友们读，就是读《大学》《中庸》《论语》还有《孟子》。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教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孩子小，我们是说让他们先会读，读了以后呢，就是说熟读以后呢，达到背的程度，但是小孩子不懂，就他不理解意思。那么有一个理论呢，就是说让小孩子长大了以后再理解。我们现在教的孩子呢，有一部分是幼儿园的，有一部分是已经是小学了。那么三四年级、二三年级的孩子，其实他有的时候他们在问我们，就是这个老师这些是什么意思？那实事求是的说，上师我也不懂什么意思，我也是先读熟了我才去教孩子。我有一个祈请，就是说，因为外面有很多的这种解释，我其实是不敢给孩子解释，因为我不知道我解释的对不对。那我祈请上师，就是能不能就是像翻译这个《弟子规》入这个藏文一样解释一样，你也这个《弟子规》也出了这种书，就是这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像这样的书，上师能不能也翻译，就是也给他做一个简单的这种介绍，就像那个《金刚经》能断一样，这样我们就敢。而且有一个非常希望，就是说能够让孩子在接触传统文化的同时，他也接触了佛教。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就儒释道，就让孩子在从小的时候就播下了一个种子，长大以后他们就能够进入一个，就不像我这样年纪很大了才接触到这种佛教，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能播下这个种子。就是说我祈请上师，就是能够讲这个大学中庸孟子还有老子和庄子。好的，刚才这位老师很激动，也是很对知识负责。其实我以前也是想发过这个愿，就是包括这个大学啊、中庸啊、老子啊、孟子啊，以及我也看过一些千字文啊、荀子啊等等，就是这些我看了之后呢，自己感觉得到应该是按照这个儒教儒释道的这种观点来解释呢，问题不是很大的。我也以前说过，如果我能讲的话呢，一个是可能现在对传统文化方面大家都比较方便，有很多人学习起来。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看见个别人解释的方法呢，应该是可能比较片面的，就是我们应该是比较各种观点融合，就这样解释可能好一点。所以我心里是有这样的发愿，但是人生很短暂，所以我自己也打算过我的年龄，然后我的人生如果是再稍微长一点或者是这样的话呢，可能还要能翻译一些，能讲一些啊。但是十年呢过得很快的，就刚才说的，我十几年前来到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应该很年轻的，现在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呢，让什么时候就是离开人间呢，我随时都在准备，就是所以说很难说。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这个发愿。然后第二个问题，你刚才提到的呢，有些老师建议的是对的，因为我也要求在学校里面让他们先读弟子规啊，就是这些传统文化的，包括一些如果允许的话呢，佛经里面的十善经啊等等。孩子不一定现在能听懂，但是现在孩子的记忆力是非常好，尤其是他们背诵的时候呢，现在他如果能全部背的话，随着他年龄的成长呢，到最后的他应该是长大之后呢，他随时的是可以用得上。因为我们现在去背诵的话，那就是有很大的困难，而且孩子背诵呢一辈子都不容易忘，所以说我们觉得是现在，尤其是这个我们藏传佛教特别提倡，就是在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呢，让孩子使劲的背很多很多的论点，当他成长之后的话呢，他的理解能力就是随着这个增长。所以说我们很希望就是大家个人的这种家里的孩子也好，学校的孩子的话呢，多提倡就是
即使他不动那种，但是多背一点，应该是对将来他的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上师你好，我是华中师大一三级MBA 八班的林祥海。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是心很浮躁，然后也很散乱，有什么一个比较简单实用的方法，让我们在比较繁忙的工作中能够让自己收心静心，然后更加有精力的去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去？好，谢谢。在现在的这样的非常忙碌的时代当中，我觉得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念心经波罗蜜多。心经波罗蜜多是几分钟都完成。如果我们在平时工作的时候就念心经，或者是念六字真言，这样之后呢，通过它的翻译，通过它的这种佛经的这种声音也好，佛讲的力量，就是心很容易这个浮躁的这样的波涛的这种波浪呢，就是可以很快的时间当中让他这个心美，同时心态调整之后呢，那么工作就是很有力量。借着上师说的这个念心经，就是说我们华东师范，我跟上师汇报一下，我们华师大 MBA 呢已经在这个我们同学当中开展了这个到现在为止有三期，就是专门念心经的这个共修了，跟上师汇报一下，也希望我们其他的这个一三级的同学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共修的这个活动当中。很好，你看我又太幸福了。还有谁有问题吗？科目这些的了。我叫扎西，是那个今年复旦大学医学部的博士，今年刚刚毕业，然后在上海工作。我有一个困惑，就是一直想问康部，就是因为我周围呢有很多，就是现在社会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一种在寻找信仰的人，而且这些人当中呢，我周围的朋友都是智慧和学历都是很高的，博士或者硕士这样的一个学历。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刚才康部说到了，有时候给他们宣扬佛法的时候，好像就是要把他拉进来，然后他有一种进了一个圈子，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一样。所以我在这里的问题就是，这种对寻找信仰的人，我们是如何把他就是说慢慢的引入这个大乘的佛法的这样一个甘露当中来，让他的心获得一个真正的自在和平和。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堪布在这方面有没有好的建议，就是我能够帮助我周围的这些寻找信仰的人真正的去找到他们心的皈依和所归吧。谢谢堪布。扎西德勒，你是藏族还是汉族？我的那我的藏族是吧？就跟个人那从我个人从我个人他是个藏族，然后我们在我的寺院里面都是碰过，就以前好像来支援这个医学什么是吧？当时是应该是，空医生他们是吧？对，来医政活动，我现在想起来了，刚才这个人这么熟悉，在哪里见的？是前世见到的还是今世见到的？结果是不是前世今世见到的？因为有时候人还是遇到的时候呢，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就是可能前世的一种因缘，很熟悉的感觉，但结果他呢就是不是前世啊，就是今世当中见到的。这样的，刚才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呢，其实是确实现在很多人好像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佛教这个传播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佛教是一种教条的，就是或者说是佛教是另一种这个宗教，我不愿意任何有一种信仰，但是我很想就求一些心灵的这种相当于是心灵鸡汤，就是有些人是更高深的一些境界，也愿意求。在这个时候呢，我本人而言呢，我们不一定非要讲，就是你非要皈依啊，非要包括一些学校当中的话呢，甚至可能没有这个宗教的一些比如说是佛教的、基督教的，是任何一个宗教的，如果我们来这个说的话呢，人们的心灵就是因为宗教的这种信仰的这种心理的空间很狭窄的，所以我是信仰佛教的话呢，别人不一定信仰佛教，
所以我们现在我很希望呢，就是每个人都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化，就是佛教里面所讲到的挑衅的一些文化也好，或者寻找真理的一种文化。那么佛教是一种确确实实也是它是一种传统文化，刚开始是印度的文化，然后成为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的一种文化。那么跟文化融入一起的时候呢，那么文化不但是对佛教的教义没有任何危害，而且甚至呢就是更加的就是这个文化变成灿烂了。就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懂得就是佛教是变成文化化，就是不能变成宗教化。就是这个是可能任何一个开展这个活动的时候呢，都还是有一种跟大家，不管是在学校当中，我现在学校里面呢，就不能不要说这个中国，就是在各个地方的话，包括我今年去美国的时候，他们美国的有些教授很反感，就别人替他有没有信仰，就是可能中国还好一点，有些教授呢，明明他信基督教，但是在别人采访他的时候，他似乎也不说。有些人明明是佛教徒，他不说，这样不是很方便的。所以我们佛教也是并没有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去皈依啊，都要去学佛。因此我们要提倡一种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些有知识的，就是像刚才他身边的那样的这些人呢，应该是给他们要推荐一些佛教提供的有一种思想上的，真正是用智者能接受的这些书啊，就是提供给他们的话，就像我们那个西藏生死书啊，就是包括慈珍罗珠堪布的这个慧能之光里面，很多都是以科学和现代的这种文学还有这个佛学相结合的这种具有逻辑性非常强的一些理论的书呢，就是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呢，慢慢就是大家有这种因缘的时候呢，他会接触这个大乘的甘露妙法。堪布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作为世界青年佛教论坛的三届的举办者，您对这三届的这个论坛的举行是有什么样的感受？而且我还想问，还想知道是参加这三届论坛的所有的参加人员，您体会到他们的状态有什么样子的变化？谢谢。我感觉啊，不管是我到哪个学校或者哪个社会上呢，凡是参加过世界青年论坛的这些人呢，他们的我也许是我自己的一种自我的看法，但是我感觉呢，他们的这种这个面孔当中呢，就是发出更加的一种慈悲和智慧和爱的这个眼神，所以我就自己感觉呢，就是已经办了第一届、二届、三届，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虽然人数不算很多的，但确确实实就参加了许多高等院校的一些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共同的一些智慧的碰撞之后呢，他们每个人呢也学到了一些不少的一些心灵的这种智慧。当然将来的话呢，我也希望就是应该现在我们的未来的这个时代呢，就是在年轻人的手里，而年轻人呢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就是要学习非常深深的这些智慧。大家都不要整天的是所有的价值观放在什么这个钱财啊、地位啊，或者说是一些非常这个不实在的一些上面，这样的话对可能人生和家庭都不一定有利的。因此呢，我特别希望呢，将来很多的年轻人呢应该早一点就是遇到，就是一些你在精神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需要遇到的一些真理和智慧，只有这样的话呢，稍作玩弄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成功。堪布你好，我是一名科学工作者吧。我最近4年左右一直在做一项研究，一项非常大的研究，然后它非常有争议。在这4年间一直有很多人都认为我应该终止它，应该不去公开这个结果，因为有可能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有一些人会做一些不太好的应用。那我这4年间其实是顶着很大的阻力一直走过来，但是现在我们结果已经
已经出来了还没有发表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自己却非常犹豫，因为确实我发现我很难向一个一般的公众去解释我们的研究真正的意义。有很多人可能会基于一些错误的理解，然后就去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不清楚现在是否应该去发表这个结果吧。我并没，就是我对佛教的理解也不是很多，但是是朋友带我过来的，但是我非常困惑这个问题。其实年轻人的这种政治啊，到最后的时候会平息的，因为汉字里面的安静的静啊，实际上是年轻的庆旁边有一个正，所以年轻人正最后呢会静下来的。因此我相信你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然后很多的观点的思想的这种纷争呢，这也是正常的。但是到最后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满意的。因为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叫做是花米鸟，就是在山上森林当中的有一只鸟，它跟所有的废寝，所有的这些鸟类就是开演唱会，这个时候呢就是乌鸦，就是它站出来，所有的鸟所唱得很好，但是它不同意，就站得很难听。它后来为了让乌鸦这个高兴，就是它特意去拜色。后来第二次开演唱会的时候呢，花明的唱歌呢，乌鸦他自己承认很好，但是其他的人呢都不答应，就是说是他唱的歌很难听。所以我想是所有的这些纷争呢，应该按照藏传佛教是用通过移民的辩论来就是进行解决，最后呢就是到达的结果呢，应该说是一种就可以千锤百炼的一种思想的这个精髓。张师你好，我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的研究生，那也在学习您的，就是也在学习《路菩萨行论》，然后学习了佛法之后，觉得佛法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也非常受益。那我的问题就是，像我父母这一辈，还有我的外婆，就是家里的长辈，他们文化水平可能没有那么的高，但是他们认为呢，就是佛教徒就是烧香拜佛。我是想跟他们说一些佛教的教理，让他们来学习嘛。但是他们认为，他们说我就是他们的意思是，他们烧香拜佛，他们也是佛教徒。那我其实很想让他们了解为什么要烧香拜佛，就是等等这样的一些里面的含义。但他们由于可能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就是可能不一定会去系统的学习，像这样子我应该就是怎么处理这样的，就是想让就是他们这些长辈也来学习佛法，谢谢。我想这个应该跟长辈跟年轻人签合同达成共识，你应该觉得答应跟他们一起烧香拜佛，他们应该答应来跟你一起学佛，这就是我们一种任何一个合作的这种基本的条件。鼎鼎大恩上师，然后我是江苏的一名老师，然后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您曾经在五台山发愿说，如果念诵完一万遍大加持云，然后您就是我们能生生世世和您在一起，然后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下辈子就是您在哪个星球，然后我们就会在哪个星球？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就是您，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不知道是不是确实的，然后想请找您求证一下，就是网上有一种说法是说您带我们汉人可能说只带30年，那想问一问这个说法是确实，然后还大约还有几年可以，然后这几年之后以后还会延，就是比如说延期吗？然后我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共同念诵大自在祈祷文加持妙语呢，实际上去年好像是6-7月份的时候，我在五台山发愿，然后1年半之内念一万遍，然后今年呢又重新想发愿，就是我的意思呢，我不是说神通原来将来我们跟这个谁跟谁就是在任何星球当中就是一起，但实际上呢
确实也是佛经里面就是讲到是在殊胜的地方，就是发什么样的缘，成就什么样的果。所以我自己也想，如果跟我同样的一种缘分的人，我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以前共同发愿呢，将来都有这种共同的这种梦，这个实现。所以，我也发愿，就是一个是弘化离僧，一个是就是生生死死的是自己呢，就是不离这个大乘正法的，就这么一个愿呢。如果谁愿意一起发呢，我也一起发愿。所以我特别希望呢，就是将来也是一起祈祷，就是一起发愿，就是任何一个人呢就这样发愿，确实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当然有时候看呢，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星球的话呢，有时候我前一段在看见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地球啊，就是在整个宇宙界来讲是它是连一个尘埃都不如，就是非常非常的渺小。在这个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觉得生命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的发愿的力量呢也很强大的，就是不管是人和时间呢都还是需要有一种发愿。第二个问题呢，我好像曾经提过说，我再过几年以后呢，就是从87年开始带这个汉人呢，就是然后再过2017年的，就如果按这个叙述算的话，可能2016年的大概是那个时候呢，已经满了这个30年了。我说是我很想就是能圆满，就是30年，就是但也没有说是以后呢怎么样，就是不待也从来没有做过，然后待也没有做，因为我像一个人，就像以前这个。很多佛教的历史上呢，就是他们都很多人就他这个弘法也好，将近说法多少年多少年，就是有这种说法。所以我自己呢，希望我们现在汉地的很多的佛教徒呢，都还是非常的有智慧有信心，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我最希望的就是，我并不是看不清老年人，但是呢，年轻人是将来社会的力量，社会的这个重要人物。而且很多大学和很多像你们这样的这种高校的这种年轻人呢，都对佛教有一些研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很有一种这个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将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共同这个发愿和共同弘扬和共同学习，也从来没有说过是过了年30年就OK 了，没有说过，也没有想过。我希望还是继续这个学习。我是华师大 MBA 学员，2012级的，我自己也是一名老师，很荣幸今天遇到很多老师，这是我在华师大读了1年多书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刚才那个上师说他曾经跟心理学老师有过很多争吵，其实我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但是我对佛学没有研究。不过我个人感觉这个心理学应该和佛学是同宗同源吧。我今天提问的是，我有个个人的问题，就是我是一名老师，而且是一名私立学校的老师，也就是俗称的贵族学校。这些孩子呢，他们家里都很有钱，然后很多人可以说一出生就站在我们的奋斗终点上面。然后但是我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我开始就是关注一些山区的一些孩子的上学的问题。我也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梦想，就是我很想去山区去支教。但是从我有这个想法开始，我就觉得有很多阻力。首先来自家庭吧，家人不是很理解，孩子也很小，我也害怕错过自己孩子的成长历程。然后自己的时间精力呢也很有限，工作忙，学习，总之呢就是这个想法到现在呢也没有达成。然后今年暑假我去了一次贵州，然后在贵州至今就是看到很多标语，就类似于义务教育的，就是有一句是这样写的，让适龄的孩子留在家里不上学是违法行为。我觉得当时这个标语很刺痛我的心，因为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我没有受过很大的苦，经济条件也没有，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没有很贫乏。我就不能理解，就是有一些适龄的孩子他会到了上学的年纪仍然留在家里。然后但对我个人而言呢，我不是一个很物质的人，
但是也不能脱俗，就是很多物质的条件自己也在追求。我直到现在也放不下我自己的生活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仅能做的就是比如说把一些我们学生用过的课本寄到山区，然后发动身边的同事把一些不穿的衣物寄到山区，但是我觉得我很难走出，就是走到那个山区的那一步。就这个问题，谢谢。好，我关于这个问题分三层来回答。第一层呢，我以前跟我的心理学的老师呢，主要的冲突呢，他特别反对佛教，所以当时我也对佛学不是很懂。后来我每次讲学一些佛教的居士论和唯识论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时如果我懂到这个的话，那我应该当时说这句话来反驳我的老师。就后来一直经常想，当时我原则上是并不是很同意，但是有些道理上呢，我还说不过我的老师，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跟我的心理学的老师的一些这个争论呢，就是主要是他处处都是反对佛教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他就不合理，就这样来的。其他的我也知道，是佛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心理学，而且我的以前的一些作品当中呢，经常也应用很多的心理学的这个教授和科学家和老师的，就是他们的话。其实心理学呢确实延伸出来，你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可能佛教的这个唯识和居士论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内容的话呢，就是我要直接回答你的这种困惑吧。其实你有这样的梦想和这样的这种发心呢，作为一个大城市里面，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尤其是带这个贵族学校的一个老师来讲呢，我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因为说实在，我也在我们这个家乡呢，就是建了就两个小学，还要准备建中学。因为这个原因呢，包括我自己的家庭来讲，我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他们都没有读过书，就只有我一个人读过书。我的父母啊，他们都没有文化，就是读以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所以我就发现这个社会上呢，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一些连自己的这种名字的写不来的人是非常多的。我们的下一代就是变成这样的话，非常可怜。因此我自己呢也是全身的力量，就除了将近说法以外，基本上我的一切的一切投入到一些这个这些贫困孩子的这个教育上。我想我们这个在座的人呢，就是如果有这颗心的话呢，即使你暂时身做不开，但是有这一颗心的话呢，其实能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暂时或者是间接，就直接或者是间接能做到很多。到一定的时候呢，心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就是因缘会成熟。也许可能你不能长期的带着，但是你短期的，就是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者说在藏地呢，就是应该会是。会有这种，或者是别的地方，就是可以有这个支教的这种很好的一些这个事。然后第三个呢，也算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结尾吧。我们在座的看来呢，很多都是这个师范学的，然后呢也有很多都是老师啊。特别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带很多的甚至上百个人、几十个人这样的孩子，所以当前就是需要知识的这种增长积累很需要的。更重要的呢，要一些心灵的这种引导。现在很多的孩子是缺少我们心灵的指导，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呢也不懂什么是一种心理的调整。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你们不一定是非要讲一些佛学，但是很有一些对他有用的智慧和爱心的传递，经常给一些传统文化的知识相结合，让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但是他的知识要成长，还要更重要的他的道德技能呢要成长。希望呢在这方面就是倍加努力。谢谢。上师你好，我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就是请问如何带三岁小孩学佛？
三岁孩子呢，经常在他的耳边念“嗡嘛呢叭咪吽”“嗡阿弥陀佛”，逐渐逐渐，这个家庭的这种作用啊，昨天我，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在汉地，也是在上海的一个奥运冠军呐，他为什么是今天有信仰呢？他说是三四岁的时候，实际上他的父母就是对他起到的作用，因为三四岁的时候，如果父母对一些寺院呐、对佛像啊这些朝拜的话，那至少也是孩子对这个佛教就是不会排斥的，所以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孩子来讲是一种教育，所以你不用现在每天都是非要让他学什么这个更深的一些知识，但是从你的行为呢，让他慢慢慢慢成长的话，这就是他学佛的一种经历，不着急。啊？我害怕走入空门。没事，慢慢来，好吧？这不是他害怕这边，啊？他害怕他的孩子会出家以后。啊、出家。出家是不是容易出家的？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害怕，就是他的孩子以后要读师范学校，就是所以说，因为读出家他有一种这种能力，就你向他出家也不一定出家。尊敬的上师您好，我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是做企业的，就是做那个汽车维修行业，然后在这个汽车维修行业呢，它会涉及到一点，就是我们因为它会有喷漆，这个就是汽车它会有喷漆的这样一个，但是我一直有点纠结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有对这个环境有一些影响，因为你喷漆的时候那个气雾啊对这个环境还是有点影响的，包括我们公司的员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对他的身心就是身体也不是非常好的那种感觉，但我就觉得有点纠结，但这个行业我又自己再去做，那我就在想我在这个做过程当中我怎么去如何的去取舍，因为我现在就又不得不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请上师开示。因为这个行业我并不是很明白，所以我也没有权利直接回答，但实际上我用我的一些想法来分析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汽车，还要在其他的任何一个行业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行业呢，现在也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们的开放和发展呢，就是实际上是跟破坏和跟损害呢，就是直接是挂钩的。任何一个国家，为什么现在有些西方国家他不愿意特别开放呢？开发呢？实际上害怕它的资源，害怕它的整个环境受一定的破坏，所以我们包括就是现在吃饭啊、穿衣服啊、吃药啊、喝水啊，这些都有一定的这种危害的这种技术在里面。因此，如果你通过一种这个专业的方式来观察，如果疏害这个危害性不是特别强大的话，稍微有一点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点点副作用的，这个世界呢除了极乐世界以外就现在都没有，所以呢应该就是就如果危害不是很大的话，还是要继续做下去为好。谢谢上师。好的，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啊，然后呢就是上师呢，刚才大家听到了，在这个上师做的演讲的时候呢，我们很明显能够很强烈能够感受到上师的这个对世人，尤其是对我们青年学生啊，或者是对我们这个师范类的，或者是将要走上这个社会岗位的这些青年学生的这个赤子之心。然后呢，在上师我们提问环节里面呢，大家也应该能够感受到上师的智慧的圆融啊。那么，请大家全体起立，合掌，谢谢向上师，感谢上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演讲。哎，向师。Thank you.